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刚下班，本来今天要回北京的。下班晚了一点，回不去了，所以只能明天再回了。所以原本说明天要播，不一定播得了。就这会儿正好下班吃个晚饭，然后跟大家聊会儿天儿。谢宇轩的《轩辕人球有点突然。吃的牛蛙、肥肠，还有什么鸡肉？大杂烩。我没吃晚饭，饿到现在了。面团糊涂的轩辕人球，牛蛙返场 谢谢多多撒娇艾琳琳的 SC。为什么只有一个火龙果一块饼干？对不起，我深夜放毒啊！也欲买桂花同载酒的守护之翼，有人问我吃得饱吗？我给你看看，这么一大锅有多大？感觉至少两个人吃。谢谢 L 的 SC，还在加班，因为我也加班了。你们也点外卖吧。算了，少吃夜宵，不健康。我是因为没吃晚饭。mini 的 SC。馋你们一下。
对，小婉的 SC。哦，对，有隔离人。这 L 的 SC。这夫妻粉喵喵喵的 SC。这汤臣一瓶伪粉罐子的 SC。哎，我也很害怕，明天回北京，害怕，不知道呀，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担心出不来了。这个南北上限速的 SC。说囤东西这个事情就很纠结，感觉囤也不是，不囤也不是。这个田贝的 SC，倒不是凑时长。也不算蹭妆发，主要明天才能回北京，回去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播。上次不是跟你们说26号播，好播不了。主要现在听说有些超市什么的菜都买不到，对，关关的炫人小姐 KYU 帮你的 SC。我有点饿过劲了，是不是他？我也觉得不太用担心。这桃子说什么都对，对，未糖芝芝桃桃。我现在就希望不要再严重了。后面，哎，后面还挺忙的，要是。北京也严重了，就回去就出不来。这唐本还在暖的 SC， 这 Rain Baby 的 SC， 谢谢夜跑不到100公里不改名的 SC。他怎么这么可爱的 SC？ 汤汤，汤汤的吃的，汤汤录的吃的可比我们的多。谢谢陈淑芝的 SC。谢谢无情的 SC。大不了就吃人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只要人不饿着，还能让猫饿着？我吃不了猫粮、猫罐头，但我吃的肉呀什么的，猫还是能吃的。对，一片担心汤猪猪的鲮鱼的 SC， 短期流浪，
我明天就回去了。哎呦，谢谢闲桃新兵乐，谢谢唐本还在哪，谢谢爱嘻嘻嘻的爱谁。哎，你们这么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吃了。北极星向北北，不辣，点的不辣的。谢冷秋谈的 S A， 谢谢 Emily 醒醒醒醒的 S A， 生日快乐！感觉还是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老板。卡了，卡了吗？手机快没电了，从外面回来手机快没电了，刚才弹了一个低电量提示。汤臣一瓶伪粉罐子的 SC， 叫什么奔腾龙？刚吃完要休息。他这的网不是特别好吧，房间里面。谢谢 Rain Baby 的提督，谢谢。那桃子说什么都对的 SC， 谢谢白普普的 SC。不在北京。谢谢北海没有到。谢谢 L 牛蛙真的能吃吗？为啥不能吃？尝试一下，你就真香了。这一拳喵喵喵喵的舰长，还吃不够的锤锤的 SC，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有大菜菜，红吃饭不掉，是口红吗？难道不是口？
自带的唇色嘛。有胡宁霜的 SC，你们说的我都害怕了，不会，回北京之后我也什么都吃不到了吧？谢谢阿珍的 SC。谢谢汤臣一平的总罐子，谢谢一心向北北，谢谢吧唧，我替你吃了牛蛙，我这样，我这几天好像顿顿都有牛蛙，现在再吃已经没有那种。好久不吃，第一次吃的那种惊艳的感觉了。提前在胃里存点粮，可还行。属于是蛇吗？也汤臣一平为总罐子，谢谢姚大姨，谢谢爱惜惜惜惜，怎么就加深了？我都说了，我替你们吃。等解封了，你们再吃回来。谢谢巴西。更痛苦啊！那好吧，那我不吃了，这些剩下的留给你们。谢谢深四三零，谢谢北纬30度吃火锅居民。关键是，我觉得啊。原本没什么事儿，大家都这么想，然后发现就把吃的都抢光了。谢谢汤本海胆奶奶 SC，谢谢水北北的 SC，禁止天真。买不到，主要真的，太难了，一天天。大家都太难了。这一片担心，唐猪猪也问来魏蓝山，看吧，买了一天啥都没买到，哎。也许这就是我近期能吃到最丰盛的晚餐了。呸呸呸呸呸呸！也大菜菜来了，这带牛蛙回北京。哎，算了，我这带不了。而且我已经吃够了，最近。
也皮卡皮卡羊的 SA。谢谢，谢谢唐人一瓶，肥粉罐子，谢谢蔚蓝山，可乐这种不是生活必需品，谢谢爱谢谢谢谢谢谢珍妮妮，绿豆黄豆，谢谢谢谢猪猪。可以放心继续，我拉什么仇恨啊？我现在心里慌的，慌了一批。我可能也就今天嘚瑟一下，明天回去就打回原形。也吧唧的 SA。别吵架啊，别吵架，老板别吵架。谢谢蔚蓝山。可乐很重要，可以和别人换菜，硬通货。哎，你要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才有点用。还有什么硬通货？是不是可乐比什么金条啥的要硬通货一些？这水北北的 SC 种小葱，这小葱也不太需要。谢谢大菜菜。撸猫换可乐，换的蔬菜哦。我硬通货就是露露是吧？门口摆个摊儿，家门口摆个摊儿，撸十分钟换一根葱。这阿尔真的 SA， 谢谢唐本还在哪？要可口可乐，百事不值钱，就这个我这有一瓶，这不值钱了。你看，百事可乐爱好者就不高兴了。那我赶紧回去把糖糖接回来，门口摆两个摊儿。糖糖撸五分钟换一颗葱，撸五分钟换一瓶可乐。谢谢汤臣一瓶唯粉罐子，也起司汤、起司猪猪汤。露露这么值钱吗？谢谢锦儿，祝你天天开心。谢谢爱惜惜惜。啊，这么好赚啊！
都这么困难了，撸一会儿就一把葱。那这邻居也得是囤了不少东西，物质十分丰富，还在这种时候能够享受这个精神方面的追求。大家都为温饱问题发愁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了，想要来撸撸猫。谢谢垂下，谢谢汤臣一平，刘永冠的，谢谢他们还在哪？一根葱20块钱，上海那家汤可以换猪肉和白菜，汤这么值钱啊？那我真是把我的摇钱树给送走了。有真理女的先，哇！你们是在拍卖吗？从一根葱拍到了1块牛排了都。还有没有？现在1块牛排了啊！还有没有？1块牛排一次。一顿海底捞，还有海底捞这种，谢谢担心汤猪猪，谢谢冰蜜墨，对，谢谢人桥，谢谢糖们还在哪，谢谢 Triple X，3块牛排，有人出价出到3块牛排了，还有没有？谢谢巫山雪雪的谢谢人桥。大户人家啊，撸5分钟给3块牛排，5块牛排，别墅一套，别墅一套。真的厉害，你们是真的秀。这个捕鱼高手，哎，别在这吹牛啊！就说真的呢，人家说什么可乐呀，一根葱，这个我都相信。牛排我也能信，你这个别墅就有点离谱了。汤臣一品，你确定？这个汤臣一品伪粉罐子。来加注汤臣一品，把你的豪宅借我住一住呗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现在先不住，过一阵子吧。这个唐本还在哪？一整个菜园都家大业大，各位老板。
没想到汤汤露露居然是我的财富密码，我也是没有发现之前。来吨吨吨一个可乐，也 LSC。先对汤汤露露可控性进行评估，不需要可控，搞一个笼子放门口，塞到笼子里，然后笼子上面开一个小洞，只能人手伸进去，这个他们钻不出来，然后搞一个微信的二维码在那儿，扫码开洞。手伸进去撸五分钟，五分钟之后这个洞口自动关闭。那笼子肯定要这个锁在我的防盗门上，然后，对吧？我们风控嘛，不能出门，我就在家里待着，他们就在门口给我换吃的，这季白26，这些蔚蓝山。娃娃菜菜心吃的呀，这有，吃饱了有点，谢谢喂那个爱西，恐怖香，谢谢吧唧，谢谢 KYU 帮你，用你的小猫咪换汤汤吗？那不可以，只能撸，不能换。谢谢猛男涛爆锤刘少天，这个名不错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的复旦国际本科生录取通知，还有奖学金，可以，祝贺祝贺！用好运换录入五分钟，没问题。谢谢爱我的 SC，谢谢诸城一品。什么叫诸城一品？黄豆芽都发出来了，黄豆芽不是几天就发出来了吗？你咋没种个葱啊？种个葱应该，葱都可以长出来吃了。因为汤汤是猪。谢谢樱桃的店长。11点了，不能再吃了，控制我自己。也努力努力吃个饭呀。
大学生吃6.9折海底捞，大学生了不起啊！我也认识大学生。哦，不对，石凯已经毕业了，那还是你厉害。堂本还在奶奶 C。了不起了不起，有大学生证了不起。谢谢桃林刘芳的舰长，谢谢切尔西在夺英超就改名的新人球。哎呀，吃饱了，不能再吃了。不行，我得下播去那个卸妆洗澡。我在这坐着就一直想吃，我刚把筷子放下，然后在这坐着就想把手伸向筷子拿下，不能再吃了，太晚了，对身体不好。谢谢。YUYU 的 SC 怎么还有可乐？我这啥都有，你就说吧，你缺什么，我这都能给你找出来。来，您喝一个可乐，各位。谢谢 AKI 星涛的新人球。直播卸妆。这是可以播的吗？挺感想啊，直播卸妆。谢谢入初川的 SC。不可能。虽然我素颜也挺好看，但是不要想了。这猪成一品，人肉快递算了，我怕了，告辞。谢谢栗子鱼，谢谢 L，谢谢微糖汁桃桃。哎，主播现在自身难保呀，还给你们怎么搞？谢谢 Rainy 的摩天轮，谢谢堂本海胆胆的 SC，谢谢爱嘻嘻嘻，检验一下我的卸妆手法呢？那我的手法那可。太私密了，不能随便的传授给你们。美妆博主，谢谢猪猪。谢谢蒲妈妈露露。
你又不在上海，这个忙碌旅行青蛙，你又不在上海，你看你刚才你说话都惹了上海老板的众怒了，你快告慰一下上海人民，谢谢皮卡皮卡羊。晚上吃的晚了，白天会肿，不会。吃的晚了，对肠胃不好。谢谢 really really nice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只有卸妆才会洗脸？什么意思？肥棒啊，肥棒！谢谢猪猪。谢谢栗子鱼。直播开卸妆教学和护肤教学。护肤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我觉得啊，比起抹什么东西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可能更为重要。传授给你们了，好好学习学习。谢谢 Rainy Rainy，谁录节目没洗脸就睡觉啊？有人有，真的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有人诋毁我？怎么回事？你要知道啊，人和人的洗脸流程是不一样的，这个需要的步骤和花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这有的人洗个脸的功夫，我都能做一套妆发，外加洗个澡啊，不对，这个顺序不对，我都能化好妆又卸完妆，再洗个澡。那有的人洗脸快了就会被当成是没洗，就是没好好洗，但是我觉得。算了，这个就不往细里说了。谢谢艾欧，谢谢魏唐日陶陶，谢谢谢谢猪猪，我没吃辣的，碳水，哎呀，我在增肌嘛。当然要吃碳水了，可乐这个就是馋馋你们，我就喝了一点点，没喝很多。可乐，快乐嘛，你的精神快乐可能有时候比身体健康要重要那么一丢丢。谢谢吧唧，谢谢 joyce8816。你看我喝了半天，也就喝了三分之一不到，对啊，我平时洗脸就是很快。谢谢爱惜惜惜惜，谢谢蔚蓝山，谢谢诸城一品。啊？为啥让我闭嘴？镜头前飞过一只蚊子，哎，真别说，哎，前两天有蚊子晚上睡觉被咬了，不过他这儿有那个蚊香液，应该一会儿插上。
谢谢吧唧。晚上吃之前拍个照发给 JY。啊？真的吗？哦，他最近在减肥。有点缺德，算了。我外哥能受得了这个吗？那回头他不健身了，对吧？就是把锅甩到我身上。啊，他不减肥了，那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替他背个锅。谢谢猪猪。哎，增肌要吃碳水有什么问题吗？姐妹们没有，那姐妹们也不需要增肌吧，一般。这就我随便啦。先睡觉再起。当然是先洗脸再睡觉。谢谢北海没有到，谢谢 YUYU，把可乐拿走，我偏不。我教练跟我说要多吃碳水，让我。谢谢 Rain Baby，但是我没听他的，你总不至于大晚上就吃两份米饭吧？刚才是想再点一份来着，忍住啊，太晚了。谢谢晚夕木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也孤独，孤独，孤独。谢谢 Heartbroken Mint 的 IC。哎，这它只是一个可乐的外壳，里面装的是啥，你们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要去卸妆了，各位。跟你们聊一聊，等我回去见，希望回去的时候还是一切如初，也希望你们都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拜拜，我要去洗漱了，谢谢住在隔壁 Number One，谢谢栗子鱼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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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私密了。这个直播卸妆岂不是跟直播洗澡也没差多少了？这不是打擦边球吗？这种事情不行，不能播，不能播。拜拜。如果我明天回去早，没有什么。别的事儿的话，有可能会播，不然就后天讲。谢谢多长点肉，珍妮妮的摩天轮，谢谢捕鱼高手的摩天轮，拜拜，大家早点休息。那不行，我这。我卸妆洗，我就直接洗澡，我，对吧？我把脸洗完，我还再去洗个澡，这不是多费一道工序吗？直接就洗澡的时候一块卸了，把头也洗了，不懂了吧？这能播吗？谢谢栗子鱼，拜拜，晚安。
拜拜。谢谢朱成一品，1个小时不用满足1个小时，不用1个小时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哎，教了你们一个卸妆窍门，就是卸妆洗澡一起搞，省时间，好吧？省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去干别的事情。你看，你每天省下半个小时卸妆的时间，你一年就是100多个小时，一个礼拜了，一个礼拜就省出来了。拜拜。嗯 哎呦！